整首鄭少秋歌你聽下咧，我頭先啱啱先聽入邊。我知我聽到啦。今今晚你早，你早咁熱天，你要嗌嘢。水温，你的水温不會過山車又凍又熱又凍又熱嘅，係啦，我哋呢個掣 keep 住個水温唔會變化，非常之方便，沖完涼再三分鐘嘅掣就可以。最後講學嘢。做好嘢，我哋切翻啲嘢。佢好全面，比較都好啲咁。
好朋友都話俾我聽，當啲奶媽走出嚟，由於嗰度嘅結構，我先問佢點解住佢走㗎嚇？階級位、階級位冇可能行過，出發嘅危險，揾佢幫手。翻到屋企記住啊，個窗咧真係內嘅嘛，佢又要到㗎。洗潔精加咗水，噴多啲水落去，等佢起泡。一定噴係咪？一定要噴，噴唔到更要嘅喺度加，喺度加。阿媽窗咧冇技術嘅，嗰條啫。三角形嘅尖向上個扶手搽一嚟，佢左右左右叫做洗，幾秒鐘洗緊㗎啦。嗱，裏邊洗，出邊同一時間洗。最難睇嘅街角位邊度位，我哋唔打出去啦。角位邊位，一粒下啦嘅位，你係洗咗你條骨。洗完就係都係咁啦，啪啪啪啦，咁啲低骨都係一樣。你去的人就是這樣的人，所以去呢邊通常都唔會用拉嘅，真嘅咧。我係開呢邊窗嘅啫，仲有咁個拉呢邊，呢邊都唔得。咁你想問咩事啊？掂噶啦咁樣。
分居同啊，係嘛？